我们那个文化中心的，我是在一楼，然后我们的西西是在二楼。哦，安刚哦，这样大家，你莫想讲，哎，第一点，第一点怎来吗？十点钟，不过到时候我还是也会邀请大家，像十点钟了哈，来也来跟我指导指导一下哦。最主要就是这个信息，跟向各位事先报告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哦，长辈都来啊，嘿，一楼参加，那老师嘿这里茶会，过来长一点，再进来老店，参加那个茶会，还有不？下午两点了，啊，现在高点，今天那场下午两点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那是早上，哎，我弄早上的哦，嘿，两点来个吃饱的啊，哦，大家呀，现在我们啦，来举杯，感谢各位的莅临啦，哈。谢谢大家，来，谢谢各位，谢，好了，中饭准备功能锅啊，好不好？对啦，来，咱中饭煮嘛，足辛苦，来，甲拍手者啦，非常感谢各位，谢谢，别等你回来，你啊吼。好，再见。那么呢？哎，我们这个产品呢，如果你直接产品的供货，我们下面就来了。